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台比较小众的车型，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认不到它，它就是斯巴鲁 XV。作为斯巴鲁家族里面最便宜的一款 SUV，同样搭载了水平对置跟全时四驱等高端车型才拥有的配置。要晓得目前只有斯巴鲁跟保时捷在做水平对置发动机，而斯巴鲁它的技术跟保时捷相比它并不会差，低重心高通过率，方向精准，开起来特别顺手，让你感觉根本不是在开一台 SUV， 而是在开一台轿车。斯巴鲁隆重的工程师文化让 XV 的内饰看起来不那个高级，但是常用的功能它一样都没有少。那台1.6升的斯巴鲁 XV 舒适导航版现在只要10多点就可以开起走，如一台开起去又比较个性的车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